家里有小朋友的这个蒜蓉大虾一定要做起来，油热放盐姜和处理干净的大虾慢慢炒至焦黄再盛出备用，锅留底油下蒜末小火炒香，放生抽白糖一起炒匀，倒入大虾再翻炒均匀，最后放一点清水大火收汁即可，这样做出来的蒜蓉虾吸满了汤汁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。